打好女车请娘，几个都有儿起了，现在家里的坎儿忙了，人家都准备好了，俺那年货现在没准备好嘞，俺妈跟那儿收拾东西呗。看我这身衣裳，我得去套个外罩。你奶，你累不累呀？干活累不累，奶？奶，你干活累不累？啊？你干活累不累？累着你躺床上歇会儿，你先。我躺床上在家歇歇，出来。不是，你躺床上歇会儿。累了。洗锅里。嗯，你喜欢吃哪一款？再说。肉弄好了，熬锅里了，妈给俺蒸烧了嘞。现在有点素肉、肉丸儿，准备准备。咱弄点饺子馅儿都准备着。覆膜去了。这是大锅肉去的覆膜的一个。给燕家的。阿芳，这几个天不中啊，刮了云的雾了，怎么弄呢？那咱那个几个正好刮了。那肉煮熟中了，风刮炒中。这不又炸了一天不煮了？你看你说话，你也比较。啊啊啊！你的东西比较胡说。啊，不胡说不说，别动别动。这东西不好做，俺就多了。先煮，是这个锅煮不了，煮了走了。再坑点呗，小姐，你有坎儿了不是？我没说，我说这煮了之后这锅。不要坑点儿。嗯，不跟别动。你犯人，你搁哪儿？经你说来了。没事儿，就没事儿了。煮一锅肉，今天都在简单的弄点儿肉吧。出锅了！哎呦，不装呗，小姐，这50斤。啊、你能叫女的提这重活啊？啊？你能叫女的干这种重活啊？咋不坑？你过来。这50斤，要说你得抱住100斤这个样。这话说的有。哎呀，这耽误车了呢！把车都占一会儿，熬再撩着喽。俺俩撩着蛮新的，我这熬不要了。赶紧拿起来，来要急。回家把下楼就等着撩着了。行。哎，光说话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小姐，麻烦。咋了？在要道理碗呢？你都管要道理碗呢？你先炸了吧，先炸白碗了。走了吗？一会儿再填吧。啊，啥？我不是一会儿再填吧？中了快，中了。有什么迷药吧？迷药搁吃的，搁嘴里血药。对。这个我就负责选，你炸我选。快点，打不开。你也别打出啊，我这不是打出，我以为是打假肉呗。
我看你会提羊肉不会？不会，那个提开。我感觉咱家没有弄过羊肉，几乎上。第一年。嗯。猪肉，我就在这吃，别说玩了。你说刮的，你这咋看？看炸多远。嗯。你炸可真远，跟那种用那种那啥模具给刻出来上了。我觉得跟那羊肉可能更好，做点好吃。别乐大，这萝卜一摸还太小，中中一激动，天大哟！这小萝卜好看，你说好多点。啊，主持人在那弄东西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说啥？我给你夸人，别人夸人都不快。哎，这你那勺是醒出生出了吧？醒出来这是肯定的。他不要，我感觉太大。你不用洗了吧，秋姨？你不用剁了，你直接给他往里一揽了。剁好办了、啊。我给他剁了两种骨，两种肉，你去干净的话说说。你干净块中了、啊、你看那个刀给我剁成啥了？哪刀？我这刀我剁了吗？那个腿病多了，秋姐，他煮熟那肉药都离骨了。你不管他不中吗？羊肉啊，我问他他还要不要？他喝点肉汤了都是。你喝多是真便宜吗？一个炒，一个弄自己的。弄完。俩手脚本是离谁？洗干净啊。洗干净了。你到南屋了，都弯腰。哎呀，我也没见他跳一回足，一回弯，还一说还他不听。站等会儿，那给我笑死了。俺爸又迷住你了，这是。这一天羊肉要啃啥的？俺今儿给要给拉走了，给弄二斤大的。嗯。叫你呢，这种好不好？让我看，让我看，让我看，过来，过来。太惊艳了！妈，把香干银春条干了。你前面，你再往那再扔一块儿。来来来来来。帮不了你上手，你看看。没关系。多少？看炸的多好看，焦黄还有泡泡，可焦，有点像人家那种烤脆皮五花烤乳猪。那这烤，你看，这过年是不是氛围是不是可浓了？是压大锅，这锅一锅肉，那锅一锅肉，忙了一大天，这锅出好了，光等那个年夜饭吃菜了啊！不是妈，我这点肉趁着。这肉房、酥肉、肉丸，还有白肉丸都没断，还有酒鱼还给捂了是吧？酒鱼都给捂了，走吧走吧，上午赶紧，你赶紧哎呀！